探索自然风味，云南人一直胆大心细。把不同食材与香料混合制作成凉菜，傣语称为 Nanpie。 在德宏，一套冲制工具是每个家庭的必备。将食材冲碎混合，方法看似单一，但组合的多样化为 Nanpie 带来无限的可能。唾手可得的山野食材转化为质朴的佳肴，平凡的生活智慧在湿热的坝子中成为碰撞口腔的鲜明风味。